Baker。来自荷兰，他以前是荷兰的荷兰空军非常高阶的气象官员。那么退役以后，加入我们认识了大家，他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热气球专家之一，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飞行员。可能因为要玩热气球，对气象的判断小孩子在前面，小孩子非常重要的。那个帽子先拿起来。Mr. Baker 身高190公分，非常高啊！ Mr. Baker 身高非常高，那么因为他长得比较高，看天气看得比较准。哎，这位张飞行中指挥，再看一下。Mr. Baker， 你注意看他，眼睛看的不是球而已啊，他会看我们全场四周的人数，这个叶子是什么。非常细心的，因为哪个地方在抖动，表示那边可能有阵风来。那么如果不行，他马上会下令交货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飞行中的状态。